时间不是特别短。还好，来宠儿，请开麦。视频模糊啊，嗯。好的，让我们的宠儿 F2 一下。有人说乍一看俩人长一样，会看吗？你们听得到吗？哎，能听到，能听到。可以。Hello， 好的 ，Hello。我给你们开个 PK， 谁输了我就把谁踢了。哎，开个玩笑啊！有什么想对耳朵说的？你跟耳朵作为同样是咱们纵横的主播，而且呢又是这个好朋友，今天得知咱们耳朵办的这样一场歌舞代言人专场，特地赶来，肯定有很多话想说。来，好紧张，真的啊，非常开心，然后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参加那个耳朵姐的这个答谢会。谢谢。然后那个我们就是加过那个好友，然后只 PK 过一次，不是很熟。你是今天过来是被逼无奈吗？好像是。我听到这个话好像就是很无奈过来。没有没有，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激动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特别的开心，然后就跟那个我说好好好，我一定去。然后今天很早就过来那个就是彩排了，然后一直等着，等到现在。姑娘也是实诚，一点逢场作戏都不会。现实中一定没朋友吧？也还好啊，也还好，有点激动，有点紧张。哎，没能理解。那今天刚才说了嘛，既然今天来送祝福，咱不能就草草的说几句话就算了，肯定是有所准备。刚才宠儿也说了，是有在后台有彩排，那么方不方便给我们来一段呢？嗯，好的。然后给大家带来一支舞蹈，哎，成，喜欢。哎，行，让我们的耳朵闭一下麦，大家伙静静的欣赏一下不一样的风格，看看看惯了耳朵的舞蹈，看看我们宠儿会不会有别有风味。
很棒，很棒，很棒啊，是吧？刚才看到耳朵也说了，好看，甚至有点口渴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好看甚至有点尿急。好的，让我们的宠儿稍微的休息休息，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宠儿，给我们带来这样一段非常色香味俱全的舞蹈。